名剧作家红色娘子军编剧梁信曾于2015年起诉中央芭蕾舞团著作权侵权。当年5月18日，北京市西域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中央芭蕾舞团赔偿梁信经济损失人民币12万元，但两年多过去了，梁信本人已去世，中央芭蕾舞团却仍未履行法院生效判决。由于案件一直未得以执行，前不久梁信夫人殷淑敏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变更申请执行人。近日法院裁定支持了殷淑敏的申请。作为女婿，冯远征更是忍无可忍，发文直斥中央芭蕾舞团又回去两年多了，中央芭蕾舞团一直拒不执行法院判决，我们多次申请强制执行，而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一直以排队为由拖延至今，这不符合中央依法治国的政策，这样的老赖早就应该上黑名单的，这样的老赖还逍遥法外，希望北京市西域区人民法院让逝者早日安息，让两老早日瞑目。对此网友纷纷支持冯远征老师的维权行为，支持冯老师维权。